大家好，我是大硕。最近呢，看到有很多粉丝家人们给我们，发了很多留言和私信，就是比较关心这只小边牧的情况。它现在呢，恢复的状况还是挺不错的。然后今天本来是想着给它买点大骨头给它煮一下，但是可能由于我们这边每天都在下雨，然后今天去超市的话还是没有货，所以说买了点鸡胸肉给它。现在做好了，我们这儿赶紧给它送过去。带你回去啊！